带给大家的料理是丝炒米粉、蟹味菇、红萝卜、西兰花，这个是猴头菇，还有火腿，还有这个 slice cheese 啊，还有这个 cheese 粉。好，再来我们放小许的酱青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它铺平了哈，铺平后我们啊鸡蛋哈，一粒哈，我们打均匀。好，我们就倒在这个旁边。这个是个鸡蛋哈，煎香哈。这个油不够，我们再加少许的油。底部一点焦黄色了哈，我们就要开始翻面了哈。现在我们翻面，翻过来。两边都是金黄色的。